谢谢严喜。别人唱歌只是费嗓子，他们唱歌还费胯。你们最经典那个动作要不要带 Gigi 一起跳一下？ Gigi 现在放轻松了，啥都行。就胯往左扭，然后手往右指。蛇。手。手。蛇。蛇。手往右指，胯往左扭。哎，对，然后换。再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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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很累。好了，谢谢我们的魔动闪霸。祖蓝跟我讲过很多 Gigi 的好，百闻不如一见，真的听完才知道是真的好。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我是不是耳朵红了？有激动就耳朵红、哎、不止耳朵红了、啊、你看他那个刘海、哦、我刘海都红了吗？刘海都红了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就是今天唱歌的时候好像比较放松，然后我在看到大家的挥手，然后我就好，谢谢大家，然后我就继续唱。可爱。下面就到了我们金曲出品团选择的环节，各位做好准备，到底是菲菲还是卡拉拥有 OK， 各位三二一，请选择。我 Gigi， 我把声线系靓到不得了，佢唱歌有个特色嘅，即系佢系哭腔，再加上咧佢唱歌系好稳，佢系一个天生就系属于舞台嘅一个女仔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谢谢严明喜和魔动闪霸，谢谢，有请。